戏咯。小朋友，你们有没有看过毛毛虫啊？有。可以告诉姐姐毛毛虫是怎么爬的吗？扭来扭去啊，是不是这样子爬？对。我看看每个人的手手有没有变成毛毛虫。好，我们现在要用我们的身体变成一只毛毛虫哦。我看哪一只毛毛虫最像毛毛虫。可爱的毛毛虫来喽。虽然毛毛虫身体很小，但它可以吃很多东西。虽然它身体很软，但它爬的时候又很有力气哦。哇，有没有散步啊？有碰到别的毛毛虫要跟它 say hello， 打招呼 hello。好，现在爬回来，慢慢的哦，慢慢的哦，毛毛虫是爬的哦。现在姐姐这边有一个好大片的叶子哦，等一下呢，姐姐会把叶子放到前面去，每一个毛毛虫就要用最快的速度看谁最快，第一个吃到叶子哦。好，还没哦，准备好哦，不可以偷跑哦。好，趴好，准备好，预备，开始。慢慢的哦，慢慢的哦。哇，每一个毛毛虫都吃到叶子了，好不好吃？好吃吗？多吃几口，好不好吃？好，现在每个毛毛虫吃饱了，要睡觉咯。变那个，我们一起睡觉觉。要缩在一起哦，要变成一个蛹哦，要好好睡着哦。哇，每个毛毛虫都睡着了，好安静。现在天亮了，每一个毛毛虫都发现自己的身上有一个小翅膀，为什么变成有小翅膀呢？蝴蝶，变成蝴蝶了，对不对？赶快起来飞一飞，我看哪一只蝴蝶飞得最漂亮。慢慢的飞哦，翅膀要飞高高。看泽泽翅膀吗？飞高高，飞高高，哇，好漂亮！每一个蝴蝶都好漂亮，看到别的蝴蝶要打招呼哦。Hello， 好，要飞高高，要一起飞哦。好，现在飞回来休息。飞回来休息，来坐下来休息一下下。今天的游戏好不好玩哦？好玩。电视机前面的小朋友也可以在家里跟爸爸妈妈或其他的小朋友玩这个游戏哦。那我们现在再变成毛毛虫吧。哇，毛毛虫都变成美丽的蝴蝶了。小朋友玩这个游戏时，除了要有想象力，还要有方向概念、空间感，还有身体的力度和柔软度，都是不同的考验呢。毛虫是不是扭来扭去？